好那听你吗？吸什么？那你吸什么？老公，你吸老公，你是的，叫老公。我叫我爱你，我哦，叫我爱你，但是你你可以叫我老公，你可以叫我爱你，都可以。Hello。Hello，你会说中文吗？会说啊，What's your name? 我听不懂。How are you? 我不会说英语。不会英语？是的，我听不懂。哦，你是非洲的吗？Yes. I'm from 你 Africa。啊，你，我是非洲的。你是非洲的啊？你是哪里？你是中国哪里的？我是中国四川大凉山的。中国四川的。四川的，听过吗？经过吃辣椒。辣椒。四川吃辣椒是不是特别好？特别厉害？我吃辣椒啊，辣椒，挺厉害的，挺厉害的。挺厉害的，是吧？你吃得起辣椒吗？我不会吃辣椒，我不会吃辣。哦，你不会吃辣啊？是吗？那你是四川的还是你在四川？我老家是四川的，我现在也在四川，哦，现在在四川。大凉山西昌市，我在这边。哦，我也是，我也在四川。你也在四川？我在四川。你在四川这边工作吗？不是，我在四川你心里的，干嘛的？在你心里。在我心里。啊，不，你太会说话了吧？看不出来。所以说你在哪，我就在那，你知道吗？原来是这样。我一直在想，到底谁在我的心里面？原来是你呀。就是，是吗？这样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一色，一次，是的，那你猜猜我叫什么？好，我猜不出来。哈哈，我你叫，叫飞哥，不是，我叫我爱你，你叫你爱我，好是好的，听的名字呀，原来是这么可以叫的呀。不是你爱我，我不是，那不是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是我爱你，这，我姓老公。你是老公，哈哈，是的，啊，不是，这些都是谁教你的？真的是，是我妈妈取给我的名字，是你妈妈取给你的名。好那听你吗？姓什么？那你姓什么？老公，你是老公，你是的，叫老公，我叫我爱你，我叫我爱你。但是你可以叫我老公，你可以叫我爱你，都可以。怎我么应该了？叫你什么呢？你不喜欢我的名字吗？我应该怎么叫你呢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你能叫我什么？我想揍你，你说。我想揍你，啊，没有不，啊，我觉得，老公，你可以叫我老公，很多人都叫我老公，所以这个名字很简单，老公很简单，很短的，
我爱你太啊，长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但我从来没叫过老公，我也从来没叫过我爱你，好像从来没有，真的这句话，所以我说不出口。那是我的名字，不是别人的名字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知道这是你的名字，在我这里就我叫不出来这个。为什么？那我以后叫你飞哥吧，飞哈哈，哥。哇，你的牙齿好好哦，好白哦。那必须的。嗯，好白哦。刚才你一连进来我就懵逼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哎，怎么会牙齿尖尖的一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？哦，吓我一跳。我还以为你会英语呢，不会。简单的也不会吗？不会，我可以教你，你想学吗？没事，叫八哥就行。我飞哥，我可以教你英语，想不想学习？怎么教？在这简里教单吗？，I love you。不懂这个。那是英文，我在教你。那是你好的意思。I love you。你说 I love you。你下次给我连麦，你就说 I love you，就是打个招呼的意思。不是什么不是，I love you 不是这么说的？I love you 是什么？，I love you 只有你自己知道这个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叫我呢？我可以教你，我可，嗯，那你什么什么的，I love you 那是不可能的。就是啊，I love 就是 I love you 就是你好吗？就是你好吗？不是这么说的。然后你可以回答 I love you too。I love you too 是我很好，你呢？啊，真的是这样说的吗？是的，是的。你别把我教坏了，看到人就我 I love you。我不会，我不会教会了，我不会教会了。我是专业的英语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不可能教你不对的。I love you, I love you 是你好吗？然后你可以说 I love you too，就是我很好，你呢？哦，这，学会了吗？能给俺节目进吗？什么？我没听到。你没听懂，我也没听懂你说的 一样你可以叫我四川话。的。那早上好是什么意思呢？早上好。英语吗？早上好是，I'm your husband。哎，不是这么说的吧？不是 "Good morning" Can 吗？I be your husband？说中文就行。其实我中文都不达标的，说你普可以通话说，都是不标准的。那是简单的那些，你知道吗？我读不出来，真的。你在骗我，你还知道 "good morning"，你还说你不会英语，是不是啊？我是不会，那你。按、你怎么学到good morning？啊，我是听别人这么叫的，是的。我不会，真的我不会。哦，你真的觉得？电视看多了，哦，别人都起来早上起来的时候，Good morning，我也是跟着叫的，反正叫不标准的那种嘛，我叫出来。不标准吗？看电视。看太多了，英语电视是吧？是的，或者的话，我真很厉的害，小学都没毕业。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厉害什么呀？现在后悔死了。为什么？早知道的话，好好读书了。现在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重新教你英文，好不好？
主要哎呀，你要只要相我信中我。文就行了，啊，英文就不不要是教中了。文，不是中文，英文，我可以教你英文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把我教坏了啊！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真的。不然的话，说那些，哎，你的说话，嗨，你说嗨，嗨，对，嗨是你好这个我知道。，hello，hello 也是你好hello，你好，，how are you？是你好吗？How are you？how are you？How 对，are you？对，晚上好是什么？怎么叫？晚上好。Good evening. Good evening. Good evening 啊。啊，你先教我四川话，你教我四川话几句。哦，那咋子做？那这就这。吃饭了没有？你的意思？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楚。那咋子做？那这就这。那吃饭了没有？吃饭了没有？那这就这。哦哦，还有吗？你还想听什么？你说出来，我给你解答。晚上好，怎么说？吃了。啊？吃了。你吃了，是不是呀？哇，太难了，不想学。太难了啊，像我学英语一样的，知道了不吧？难，英语不难，只要我教你就不会难。我学不会，但是其他人我教你读，会很难，但是我教你会很简单。因为你知道我一直在你心里，所以，对不对？你太会聊天了，真的，没想到，真的，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一脸懵逼，被你吓到了。你牙齿这样，你都不对，在那里造假。哎，我脸带有什么了？到底谁撵我了？没想到你会这么聊天，哪里会聊天？你太幽默了。啊，是因为我看你我就感觉，我就自动幽默，你就自动幽默对，啊，这样你的知道，话，对。四川女人的最爱，什么意思呀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嘿嘿嘿嘿，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什么意思？也没听懂他的意思。他说四川女人的最爱，你会不会？哎呀，你有病吧？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什么？你不要。哎，我这里有可能有黑粉，呵呵，没事的，不管他们。你不要管他，你就让他打字。因为他在吃素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吃素，他不喜欢看外国人和中国女人聊天，所以他会感觉他会吃素，因为我觉得他脑子有病。你不要理这些人，我这里也有，但是我不理他们。是呀，是的。这样就不对了啊！聊聊天怎么了嘛？是不是？因为我不做什么，没做干嘛？聊聊天可以的。是的，那你平时你你啊？在哪里当老师？我不是老师，我刚开玩笑，我是卖烤地瓜的，卖烤地瓜的，嗯，我在哪里卖？武汉，喜欢吃烤地瓜的吗？喜欢吃呀，真的假的？那我送你一盒，要不真要？的呀，真的。目前在减肥，不想吃。
考虑过的是很健康的，我知道很健康，烤地对，瓜这个，我目前在减肥，哦，你在在控减制饮肥，食当中。是的，我那正你。在控制饮食当中。你看，我大晚上的喝这个，你不吃饭吗？偶尔吃点蔬菜。蔬菜。是的。我也在减肥，我什么都不吃。你是不是打那个拳击呀？是的。哇，像你的肌肉就是那么的坚实。我没有肌肉。这个膀子上不是肌肉吗？你看，没有，什么？我说你太厉害了，哪里厉害？没你厉害。没我厉害，我刚怎看么到你会？肌肉，我刚看到你肌肉这么大。没有肌肉呀，我没有肌肉，你看没有哦，肌肉的。我也是，我也跟你一样，没有。我想，你穿着这个背心不是露给别人看的吗？你要显出来自己有肌肉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你就穿这个背心，是吧？不是，我穿的这个背心，因为我刚才在我啊，是因为我本来不穿衣服，我穿这个背心，因为我在开播，所以我才穿。我本来不穿衣服，什么都不穿。裤子也不穿，哇，你学姐姐，这是不阿错妈，吧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这个人，你有病吧？我把你拉黑名单了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他说什么？我不好意思说出来，这种人什么人啊？真的是。没关系，我记得他是黑粉，所以我习惯了。那我先走，因为他们会骂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怕他们骂你。好吧，拜拜。拜拜，以后有机啊。会再聊啊，拜拜。好的，玩好得的，开拜心。拜。好，晚安啊。晚安。好的。